正参加节目，提到如今势头正猛的肖战、朱一龙，称他们都是郑小生类型。郑小生指的是五官端正，擅长饰演青年才俊形象的演员。于正说，演员七十分生旦净末丑，有各种类型。国内其实现在蛮缺郑小生的，朱一龙、肖战这种郑小生特别少。非凡娱乐是。